ンペーンさ。前面一点，然后啊，在这里好了，旁边一点。看一眼，你先把线拿下来。没什么问题。在哪里？毛体。有。插好了。那两三个人不见了。先往下切，如果沿着边边的话，最后就会很陡，所以前面找到前看右前方没什么树，就给它切下去，有路就切，看切什么。
看得到树。你要走树下面？你要走树上面啊？叫的越多，等一下越简单啊。那你先前进哦。切切的，这里使用慢速滑法的话，就很稳定的下去，很低头很前面这样。OK 哈，继续。还没到。还没有到分叉的地方。就这里呢，对啊，这里啊，就这里啦。那你要不要走？对啊。
笑，我正在休息。下半部就是你讲的那一个，可以从那边接过来。所以上半部叫 Gory， 下半部叫那个。没有，那边还有第二个路。对啊，我知道还有条路，都也是从那边切过来的。那我想，既然要切，我就第一个切啊。走了。好松哦，这边。你可以继续走啊。我脚踝超酸，我是动脚踝，那你可以看到后面的山呢，别的山呢，不是同花木的山。哦，没看到过哎，这么高。而且它好像有被太阳晒。やばい。下面已经是红色等级啦。有人在翻滚，やばい就是他。粉粉粉，跳跳跳，啾啾跳跳跳跳跳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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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要回头看吗？来时路，这个就是12月来的时候啊，我们从右边切过来的时候，我会故意往左，往左挤挤挤，说哎，这里比较粉。对，因为上半部没有开，所以你斜切过来就可以滑到一些粉。对啊，现在也蛮粉的。我确实讲错了，这里接出来已经是别条路了。你想滑的是第二条吧？
这是分开的、欸。我讲的那个上半部什么的那个是在接的地方是在左边啊。嘿小。嘿呀走了。跳跳跳不跳了不跳了不跳了没血了没血了看到牌子，他写 Secret Jumper。好啦，那就回去了，收工了。收工了，收工啊！你还要滑吗？没有啊，收工了，收工了，收工了，脚酸了。
しょ。よいしょ。来跟你抢温泉的人，那个斜的车还在那，所以它是乱停的。我们的车子被晒得干干净净，现在赶快把门打开之后，它的热气就会一吐而出了。这里的车都是要斜着停，我还好了，还可以。因为放在外面还会积啊，我要丢进去了。在后座，我拿。不在。我不知道你今天拿我放在这吗？你不在。干净，你咋拉倒？在前面。快点啊！不是在你那吗？在这。是你最后拿的嘛？我要拿给你，别人说不要，然后你。对，我知道我最后拿的，但是我忘了我放的位置。我是说在你那，是说会不会是放在你那个座位？结果不是，记忆力太差了。用敲的。好了，随随便便。来。